别让我一个人疯掉，好不好？让记忆别吵，好不好？给我个拥抱，别让我一个人疯掉。咬字不太清楚，胸腔的支撑在高音的时候不够啊。我们来去练习一个什么样的声音呢？来，我们一定要固定好啊，你不要舌头往回收，或者是这都是错的。走。现在你的声音是不要。听到没有？它有一个声带的强闭合的一个感觉。对了啊，对了，记住啊，这是第一种练习方法啊，来去把你的声带闭合住。然后高音的时候啊，我们来做一个高音训练，我们的声压的这个爆发力，声压，你的声压不够，穿透力不够，我们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练习呢？啵啵啵，啵啵啵，啵啵啵，啵啵啵。对，我们首先像那个蜡笔小新，么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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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么么。萌萌萌萌萌。好，我们这个状态啊是来放松你的嘴巴啊，我们只用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声带闭合上面，我们放松掉我们的喉外肌，不要给你这个声音加负能量。巴巴巴巴啊，在高音的时候拖长音啊，巴巴巴巴。 OK， 走。巴巴巴巴。对了，你第一个音还是重了，不要巴。 OK，轻的，叭叭叭叭，叭叭叭叭。OK， 我们把它带入到歌曲当中，来一遍。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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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轻松吧 ？Easy，Easy Easy 吗？谢谢老师。再来一次啊！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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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我们的声压做到了啊，我们增强我们的声压之后，我们在高音这个支撑的训练啊，我们来发一个嘎嘎嘎，小鸭子嘎嘎嘎，应该选个嘎嘎嘎就错的，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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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混声加进来啊，我来我练习一下，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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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，再来一遍，你的低音不好，嘎。你看这高音的支撑就是这么练的。好，我们把训练的东西带入到歌曲当中啊，唱一遍。好不好？让记忆别吵，好不好？给我的拥抱，别让我一个人疯掉。最灿烂的烟火总是先坠落，越是难的经过反而越折磨。